来，大家新年快乐哈！今天呢，我们清水素食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一个牛年的这个年菜。我们今年金牛年清水推出的啊第一道重头戏，金牛盆菜啊，说这个金牛盆菜呢，就能够让我们大家一家大小哈、啊，能够在年夜除湖戏夜的时候呢，慢慢的享用。然后金牛的素盆菜呢，今年呢我们特地的精心设计、哦、用了四大的这个天王的菌类、哦、来带一出整道的这个盆菜的精华。那么何谓四大天王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牛年必吃的这个牛肝菌、哦、下面这个就是牛肝菌、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鸡油菌、哦、那么还有呢就是鸡松茸、就是所谓的巴西蘑菇，还有就是这个虫草花啊，那当然新年还有我们的必吃的这个法菜啊，这五个呢是今年这个金牛素盆菜的这一个主角啊。那接下来呢，当然盆菜并没有这样简单哈、啊，我们里面总共有15道的材料啊，那当中呢我们还有包括有这个花菇啊，我们有这个杏鲍菇，有文东的导骨鲍，我们有豆包。我们有云耳，有这个芋头，有红萝卜，那么还有两个笋，一个是莴笋，一个是茭白笋。那当然还没有忘记，就是盆菜最重要的这一个大白菜，啊，那总共有15道的材料在这个锅里面。那么今年的这个酱汁呢，也是我们特地精心熬制的，啊，这个酱汁呢是用了许多的这个蔬菜跟菌菇一起，啊，经过这个熬煮而成的。啊，完完全全是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味味精的成分，啊，我们只是用了这一个山盐，就是玫瑰山盐来作为调味料。那么我们的这个素盆菜呢，我们今年的整个素盆菜呢，将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啊，一个非常大方的这个包装，啊，来，所以当大家订购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啊整大包。我们无论是拿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顾客，甚至是我们的员工，或者是我们带回去自己一家人哈、哦、一起来吃，都非常的这个棒啊、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盆菜的这个。我们今年的金牛盆菜呢，是卖价是188啊，188啊，可以容纳给5到6个位享用啊，今年啊。清水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金牛年大家进步。